拜拜，后天见喽。我是刚外面喝到那113年喽，6月21号，这是金门 Ultra 海滩部分。看一下，哦，你有看到吗？飞远了，11点45分。我看一下，反正我有那个 app， 我看一下，然后那个什么飞机。等我一下，我要这个 app。这个是照片。不是啦，那个啦，螃蟹把挖那个壳。哦，刚那架是开往台南哦，金门上一机场飞往台南的澳台仁德机场的那个利隆航空。看一下，你帮我拿一下好吗？帮我拿一下。好 ，OK。刚刚那架是 UNI 8982班次 ，B78982 班次，由金门上岸机场飞往台南机场的。ATR 72600型喷射客机，然后编号是 B1-17003 哦，已经在 Ultra 的那边飞远了。啊，谢谢刚刚在讲，我下面的马掌门做讲话，两个自然讲话麦。7点47分，然后走到海站了。努力加油，就到，等一会儿再见。